山东冠县，据说是唐朝年间一位名叫查元义的拳师所传。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在历代拳师的辛勤努力下，查拳已经在山东的冠县和任城两大地域中形成了三个大的技术流派，套路内容也由原来的十路拳术发展为正负十路，并吸收滑、炮、腿、红等拳术，形成了大的拳系。现在表演的是张派查拳中的第四路。等地的稀有拳种。文胜拳共有三个套路，分别叫做头趟架、二趟架、二趟架对打。现在练习的是头趟架，它动作古朴，风格别致，深筋拔骨，练功要求用鼻吸气，讲究沉肩坠肘、松腰活胯、分析把柄、顿挫发力、身正不稳、气力结合，一贯始终。
讲究呼吸与动作相结合，运动轨迹呈螺旋形弧线，方法有烹、捋、挤、摁、踩、裂、肘、靠。陈氏太极拳除了单练外，还有对练。对练就是人们常说的推手。青岛等地的一种剑术套路，据传说是明朝爱国将领戚继光在短兵相接的浴血战斗中总结了13种剑法编成的一种实战性较强的剑术练习。后来戚继光去世以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便把13剑改称为戚门13剑。戚门13剑有刺、挑、崩、拦、缠、扫、云、劈、抹、撩、点、格、提，13种剑术方法结合身法步法形成套路练习。燕青拳传说是梁山英雄浪子燕青在多年习武的基础上吸取其他拳派的技术形成的一种拳术练习。燕青拳灵活多变，进退敏捷，手肘腿并用，技击性很强。主要腿法有连环腿、豁裆脚、扣裆脚、福音脚等，以踢、弹、缠、挂、踹为主，还有格、顿、压、偏、拐、顶、叠等肘法。燕青拳既可单练也可对练，对练叫做燕青浩打。田字鞭是流传在山东的乳山、济南等地的一种短器械套路，俗名叫牛郎棍，是一种内家拳派的技艺。拳套共有108个式子，因此也有人称之为108鞭。田字鞭是吸收枪、刀、棍、
剑等攻防方法而编成的动作技术，其主要方法有缠、绞、戳、劈、扫、捣、匀、抡、拨、挑等方法。寂寞人王朗吸取螳螂的快速灵活动作创编而成。螳螂拳的特点是手法密集，快速多变，攻防凌厉，其主要方法有砸、弹、劈、挑、勾、搂、踩、挂、蹦等。孙膑拳是流传在山东的青岛、济南、淄博等地的一种地方拳术，相传为古代军事家孙膑所创。孙膑拳又叫长袖拳，共有八个套路，俗称为八段。现在表演的是八段之一，32首。穿林箭是流传在青岛、烟台、济南等地的一种箭术套路，属于泥派梅花拳门中的短兵器械练习。主要方法有点、崩、刺、撩、匀、劈、挂等。其特点是攻防意识强烈，闪展进攻，剑法密集激烈，寒展奔放。流行在山东、潍坊等地的一种地方拳术，它的特点是刚柔相济，攻
手兼备，垂肘并用，气力结合。现在表演的是四通锤中的基本功练习，八个功号。
溪、菏泽等地的一种地方拳术，它的动作有扭、拧、跨、打、蹬、劈等方法，腿法主要有挂腿、踹腿、连环腿、抱头腿等腿法。拳术套路，其特点是手法密集，快速敏捷，发劲儿脆快，短中续长。
拳是流传在藤县、邹县、菏泽等地的一种地方拳术，它的特点是动作舒展，活而不乱，势如行云流水，要求开裆顺胯，通身一体。创于唐朝末年，山东人崔通得此拳后，隐居沧州一带教徒，后传至静海等地。练拳要求头上顶，颈要挺，沉肩坠肘，含胸拔背，步履稳健轻灵，招式讲究连贯圆活自然，虽不用力而处处有力，虽不蓄气而周身气行。
，前有铲头，后有月牙刃，前后并用。其方法主要有绞、铲、扫、削、扎、挂等动作。在青岛、济南等地，其方法主要有击、刺、格、洗、匀、抹、撩、挑、崩。其特点是双手持剑，迂回闪展，剑法密集，攻防多变。盛行的东昌地冠县是一位茶姓拳师所传，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据传说，唐朝年间一支军队路经冠县，其中有一位青年将领名叫华宗奇，因身负战伤，加之行军日紧，劳累过度而病留此地。当地百姓为这位护国有功的将军煎药治伤，细心照料，使他很快便恢复了健康。怎么来报答人们的调养之恩呢？他见当地人们喜爱习武，便把他的师兄茶元义请来，共同授权，并留居此地。茶元义又名密尔，他武功深厚，尤善身法事权。身法事又叫小架拳，其动作工整，势法紧凑，攻防清晰，快速有力，节奏鲜明，飘洒利落。拳套共有10路：1路上手式，2路行手式，3路摇穴式，4路撩阴式，快速式，6路六角式，7路梅花式，
路串通式。
代表。张其伟生于1853年，他自幼习武，躬身易经，以铁掌钢指而闻名。他训导有方，培养出了一大批武术人才，常振芳、张西泰、张西燕、张英振、张英健都出自他的门下。